啊、好，这样，那个小安，你刚问我什么问题？再问一次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今天很胖。不是啦，不是这个啦。好了，我们你刚说什么？快！我想回答。快点！为什么啦？我怕被公干。你不会。我真的以为你在跟派影片。你说。你也以为我小薛跟派合拍影片对不对？是他的对。好。OK。再帮你解释就好。对，好。那就是说，小薛跟派拍了很多搞笑影片。好，以上。